講起石晶明用最啱夜晚咧，我見佢賽前咧同阿毛志忠都傾咗好耐喎。你講個馬主？係啊，見你同阿毛建東都傾咗好耐，係咪要拆騎指示？係啊，因為我一定要話俾佢知，你要有信心，因為你知道而家咧，佢揾一隻馬跑到好難，仲要講有機會嘅馬。咁今日咧，佢排呢個檔位，同埋佢俾呢個部位，去翻個夜馬嗰個評分。咁我所以一定要俾足信心佢，我話一定要同呢只馬好大機會嘅馬跑，同埋一定要係要。精神啊，唔好瞓長覺啊！我話你一定要出到閘，出到閘你就有機會贏嘅啦。即係第出，即係做啱咗你就有機會贏。咁所以佢今日贏馬發揮都好好啦。咁所以好開心佢贏馬，真係我覺得即係佢能夠把握到嘅機會，能夠贏一場馬，其實對佢嚟講係唔容易咯。咁我見只馬今次從大開逢眼罩，係咪都幫到只馬？係啊，冇錯。大開逢眼罩。如果他要跑短途咧，佢需要呢個 vice 呢個，咁所以之後就我哋就諗住跑長啲，就除咗係個表現令你想，咁我諗下都係會翻短途，擺翻個開放眼罩，等佢可以可以喺賽事裏邊攞翻個速度翻嚟。係咯，你頭先都提及過佢其實跑1650都上過名啦，咁係咪目前係跑千二會好啲咧？其實佢千二到1650。都是他適合的路程的，只不過他那時跑1650，他的評分和什麼榜啊，長力那裡要差一點點，所以他經常都有近字咯。現在他去過這個分，什麼這個榜，今天這個位置，可能加一點點粉，可能他比較喜歡一點，所以他可以發揮到，可以爭取到這場球。好，恭喜梁哥，謝謝。